对，真的，我有承，我有勇气承认，对我超缺陷的啦。哦，对，所以我需要做大佬应价一下啊。哦，大佬，你怎么了？对，要抚慰一下自己。在哪里啊？找一下，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有没有喂名牌啊？啊，找到了，要钓鱼啊，没有人在钓鱼啊，还没有人在钓鱼啊。对啊，还没有钓到。你突然想到抓一个，对，来放在中间。你抓一只叶妹放中间吗？哇塞，我做了几组，一二三四，我做了四组，多了大老赢家。够啦，够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这样子六四二十四，哎，就超过200格了，那我直接在这里叠就好了。哎、欸，等等，等一下，等等，等一下，干嘛？干嘛？那个看工作台啊，我们拍张照。很好，拍张照。好，我也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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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小雨，小雨，缺一个，缺一个。啊，小雨过来了啊，那帮我帮你拍照，帮你拍照，来，你们三看，你们三看。好，我看，来来来，你们一二三，笑一个。耶耶，太好照了，耶！我们去拿钻的奖励吧。分餐哦，一颗哦，一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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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酸哦！太霸气了，我要上去拿，我去分给你们啊，那是你们的奖励、啊。居然分赃，这样是没问题的吗？没有啊，这就是解任务，团队合作，团队合作是吧？团队合作，团队合作。钻石在哪里呀、啊？找一下，哦，找到了，左下有。哎、欸，那个大佬鹰架可不可以借我一点？大佬鹰架，大佬鹰架，他不叫大佬鹰架，他已经变大佬鹰架了。对啊，以后都要叫他大佬鹰架了，不然你会被那个处罚哦。嘿，你会被老鹰？你要多少啦？给你啦。欸、我只要电到二楼。神社的神明会生气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一个来杰克来，哎、欸，来一个，耶、啊，哈基嘞。哦，在我家啊，哈基的上不去啊！啊，我正在整修了。啊、来来来来，这个行了，这个下去，你下去，你下去。好，好了，上去。感谢你们的榴莲，谢谢。好，榴莲。哎、欸，哈基，小妖全部用玻璃吗？我把钻石要用怎样？箱子里哦。在想要不要用其他木材？哦，你箱子好满哦。啊、皮革嘞？还是你们看有要哪里要丢？箱子好满哦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挑战从200格下来，我们不要钻那个文字漏洞。哎呦，来，我要来叠了。嗯，你家有皮革哦？有吧？我记得有吧？没有吗？皮革，皮革在我身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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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八，没事没事，有二十二一，哦，才二十个，还真是没事。我看一下，好，我来叠了，嘿嘿。好，你不要做续骨了，你去啊！啊，乱叠啦！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有他盖高的，然后怎样好高？叠往前呢？你要那个啊，不要续骨的按住啊，不要。直接按住右键盘啊！对啊，哎呦，我还不熟音字大老音字啊！我还没捕捉画面、欸，不要打，谁来打？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不要乱打啦！你们去盖三十分钟。等一下，常常你等下盖好之后呢，我们其中一个人帮你开始好不好？哦，好，可以啦，我觉得可以。你说直接把它砍掉吗？你把它打掉，我就可以开始用水桶了。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不是谁啦？哎、欸，是谁？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，你跟我讲。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没有，你用钻石收买人吗？不是我，没有，不是我啊。哦，那是谁？那是谁？真的没有。那你跟我讲是谁？没有，我没看到，我不知道。你这个语轮次就是你了。还没想到怎么掰，就是你了。还没想好考试。以我对你的认识，就是你了。以我对你的认识，给我好了，给我好了，你上去。我帮你干。哦，好，这些丢完应该就可以了。从小看着你长大。
哎，对耶，我也算是从小看的哈基的影片长大的。真的，我也是从小，我好像是从大学的时候就在看了。看哇，你还真小啊！高中就在看了。请问我的第一部影片是什么？你的第一部影片是打中介龙，对不对？跟红石口袋的成员一起。可是那个不在我的频道里面。我知道不在你频道，但是我是说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。我第一次看到是按钮的时候。哦，你是说六十四吗？对，六十四个按钮。哎、欸，等一下哦，杰克，你等一下哦，我先把云块关掉。云为什么有云块？哎呦，你已经快到任务区了、欸。我、欸、我会不会顶到他的头啊？不知道，应该这个位置应该是不会顶到的。杰克，你不要北来，你那个笑声我听出来了。做坏事，你是做坏坏的事情。哎呦。这个好像不错嘞，我是对不对？多一点啦，你还有吗？你还有吗？你们，我你们不要叠超过200个，哎、欸，200个了没？啊，我全部放了、啊，放完了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你们要，你们可以开始了，来。啊，三二，哎、啊、呀，怎么了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可是打掉我失败又要重叠，很麻烦，要不要打掉啊？是没错。要不要不要打掉啊？没关系，我们就打掉，这样比较刺激啊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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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是这样会浪费你们的30分钟。不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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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不会。我们不在意，我们不在意。那我们现在就剩10几分钟了 ，OK 的 ，OK 的。没有，你们到底在做什么啦？没有，没有啦。你们一定是盖一堆奇怪的东西。没有，没有，这可以让你更容易放到水。对啊。白痴哦、喔！我看到你们在放那个栅栏呐。这个不要乱放啦！你们这是奇怪的。好了好了，我没有了，我没有材料，我没材料了。不要哦、欸！没有，我觉得我们要坑坑洞洞的、啊。不要！来、啊，三二一。哎、欸，你们太坏了吧！我说等他崩完啊。对对对，對快崩完了，快崩完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哇！哎、欸！哇！成功，恭喜你！恭喜！哇！哇！你居然一次成功！哎、欸，我没有想到我会一次成功、欸，哎，真的，我没有想到、欸，哎，哇塞，好猛啊！我要去领，我要去领钻石啊！啊，好可怕 啊, 啊！我们应该在下面放工作台才对的。不要啦，你们对对对。哇哇，忘了，还是繁星最会出这种主意耶！说实在的，放什么栅栏，栅栏太弱了，真的。啊、哦，好刺激哦！天哪、啊，这个任务，看还有什么、啊？既然都做出这么多栅栏了，那应该要用一用啊。嗯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任务我觉得有点难哎，而且我觉得奖励好亏哦、喔。那个什么任务？全套金装拿金剑杀、哦啊、死每一个人，然后一次这样才5颗钻石，有点少哎，好少、哦，真的。好、哦，有人在剥皮哦，有人在剥皮、哦。哎、欸，等要杀7个人哎，你要杀7个人，然后才拿5颗。对啊，这要怎么分啊？对不对？啊，原来是这个问题啊！原来是要怎么分的问题。你只能找那天5个人上线的时候。对。哎、欸，没有，今天其实蛮适合解这任务的、啊嗯。没有啊。哦，今天人比较少的。今天少2个啊。可是今天6个人，你要怎么分啊？对，也是啦，也是。很怕你家底下会生怪啦。为什么？那你自己挖的地下室不是？不是啦，你那里有地洞啦。哦哦哦，那你不是减轻你的负担了吗？刚好可以把它连在一起。对。僵尸在这里闲晃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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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挖到这么深啊！啊啊啊！哎呦，深一点啊！这里，咦、嗯啊？然后啊，你们那边有没有羊毛啊？我有羊毛，我有要很多吗？哎、欸，繁星那边有羊，我还没开始生而已。哦，还没开始生。我那边也有几只，他现在还不会吃草，啊、还在存着。好，来看一下你们箱子有没有？
哎、欸，你在下面？你的草是还在长吗？还是长好了，长好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长、哦、长都快长好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今天的生长速度感觉是有小精灵的关系啊，感觉。嗯、我没动过，我不知道。有帮忙。因为那个地下室不是有吗？啊，地下室什么？很多羊。我那边有两只还三只了吧？哦，哇，天哪！你们全部都变玻璃哦，这里。也不知道放什么，不能拍谁拍谁。你是一劫而亡了吗？不要吗？好吗？你还好吗？你还好吗？没有，我很好啊。你要隔离哦，我跟你讲，你要隔离哦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好像你们要一起隔离哦。我只是看到你们这样子很感动。你等下关在你的房子里面两个两集两天哦，两个月。没有，我超感动的，真的。要羊毛，需要羊毛。好恐怖哦、啊！听到恐怖的音效，好、啊，好恐怖、哦，是很像唱片机那种，好恐怖哦！小雨家有羊毛吗？我家没有。安心嘞。我这边有一些。我来了，你来了。可可，所以你家物资可以拿吗？哈，对，前面的箱子，前面的，你别想拿，我可以做一个剪刀吗？它是我的建材。剪刀的，Take it ball 啦！哇，我家很远，好高派，好派，好派。等下谁在我这边放泥土的啊？哦，这是有人放的吗？还是是我自己放的、啊？这里。不是我放的哦，你那边有个泥土、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哦哦，好吧，那看来是我上线也不小心放到了。OK， 你是说你点到右键，你的屋子然后栅栏跟门之间的泥土？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, 對, 對好。啊，什么？哦，有怪物。没有，那是我自己放的，可以拆啊，不是他们放的。不能乱拆哦。那我帮你把它拆掉，再把它放回去。那小雨我会记住一辈子哦，我以为记住在我家前我而已啦啊！我只是提供大家一些意见。OK， 哦，觉得可以。好了，火把帮你拔掉了，这样太……哎，闪！等等，剩下的时间，剩对吧、啊？剩下时间你们要干嘛？剩下时间就各自行动啊，各自干嘛？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应该是很忙啦，我应该是很忙，没错，很忙、啊，我应该会蛮忙的。你在玩那个、啊、全民逃走中，魔王只剩下73分钟出来喽，这样子。哎，猎人要出来了。哎、欸，我觉得我们可以找那个村庄盖大一点，可以玩玩看，感觉蛮好玩的。哎、不错哦，可以，就全员逃走中，够大吧？对啊，要之后啊，之后盖大一点。对，之后盖大一点，感觉可以玩。然后中间还要有任务，这样。说不定之后就有这个任务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这附近也太多怪了。村庄围墙，太累了。村庄围墙可以啦，把它围起来变一个城镇，有没有？然后盖四个头，变那个木业忍者村。有啊。到底是多中毒啦？对啊，你到底是名人中毒多深啊？超深哎、欸，你。你隔离区可以这样玩啊。哎、欸，我们剩下5分钟，对，这么快、啊，5分钟，好快啊！对，这么快啊！哎、欸，其实如果真的有做出来，感觉很酷。但是我其实最近之前有看到有一些人有做，可是他们都没有一个关键的就是任务系统。嗯哼，他们就是只有鬼抓人，他们没有说就是躲着的人在某个时间点一定要出来做任务，而且是有些是要合作的。嗯嗯，我觉得这个有没有差超多的？我们可以做一个，我感觉可以玩鬼抓人而已啊。对啊，因为大多都是一般鬼抓人啦、啊。没有事件，然后发现被夜妹抓死路边的追逐者。对啊，哎，你们谁家有铁针啊？怎么了？小雨家，我要修盾牌。我家有盾牌，为什么要修？做一个新的就好。他的有那个图案，他的有那个，我的有图案。哦，我想修。我想修一下。啊、我想到我有画一个 skin 哎、欸，旗帜的。你有画一个？真的。我画了一个新的 skin。哦哦，你要换 skin？、啊、你是什么？难道又是搬东西吗？来，要先换一下。应该就是搬。哎呦，看来是搬一只蜜蜂喽。啊，白痴哦，为什么把盾牌放到漏斗里？哎、欸，不对，盾牌不是这样修的、哦。嗯。
好白痴，我要自己做个盾牌出来，我自己做个盾牌。来来来，那我做你做棋子哦。我刚刚是直接放铁钉上去。好的，修好的。我要当第一个看到的人，耶！耶，我画两个。然后你有是你画的、哦？对啊，我画的。哇哇！我的 skin 都是我自己画的，泽廷的 skin 也是我画的。哇！哎呦，好可爱哦！变蜜蜂头哎！蜜蜂。哎、欸，那你是不是真的是白蜜蜂啊？对啊。啊，杰克剩你，还有剩你了，剩你了，杰克。谁？你啊，白蜜蜂头，你没有，你有那个头，剩下你喽。对啊，我们现在都是搬东西一家族。还有一个跟繁星一样的。你说我来干嘛？哎哎！怎么了？是灰死了，干嘛？怎么了？突然用钻剑，而且是燃烧钻剑砍我！哎呦！不是我切窗的时候切的。啊！你不如砍死我吧！我是你为什么要站在小雨前面嘞？我想要第一个看到他的 skin 啊！看啊！你砍死我吧！哇！你刚拿金剑砍他、啊。欸、拿金剑啊，对，这样你就是就只要再砍他们其他人就好了。可是他不是要全副金装哦？对啊，他也要全金装，也要全金剑这样。哎、欸，谁要来处理我啊？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、哦。谁要来处理你这个发言、啊？哎、欸，不要恶意洗版哦。笑得爆炸。不能当小坏坏洗版哦。对啊，不要按那么多哦，这样团团会不开心哦。哈？小坏坏哦，小坏坏要生气了，坏坏坏坏坏，我会那个什么那个什么，在你去上大号没有在不是在你去上大号的时候，故意把里面卫生纸全部拿走，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哦。哇哦，天哪，坏这个坏坏。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哈，嗯，你还想做什么坏坏的事吗？我来想想看还有什么很邪恶的啊、哦，就可能在你那个那个刚睡醒出房门的时候，在你的那个门前放一大堆乐高吧。哇，好臭，好坏，太坏耶！你是坏坏熊猫。我们剩一分钟哎、欸，剩一分钟啊！我要墙还没改成对的素材、欸。要改什么？我把它改成木材。有修改了。你说你另外的 skin 是搬什么？还是搬小的？那个就是那个跟你那个小只的那个样子。就是现在这个。哦哦哦！你还自己去画，你就是一条线而已。对啊，我是一条线。项目还不项目？我那天没有，我没有。我做工作台，可以塞工作台吗？我想放项目。叫自己放。自己来自己来、啊、你放告示牌说这个地方是项目。是不是够亮吧？哇哦。我已经觉得很不妙了，老实说。很棒啊，感觉就是全部都插火把。没有啦。好啦，时间到了。哦、真的吗、哦、时间到了。来。哎呦，妖术固有直接射我。你们要来介绍一下你们的杰作吗？盖不完啊。哎，门前这个树叶是我放的，感觉就可以添增一些那个植物的气息。有，我觉得这个很可以。嗯，好，那再来嘞。然后里面内装这边是我盖的那个拉面店，我们之后可以啊，这地板是我盖的、啊，看起来就是、哦、可以走向柜台，我觉得很 OK。哎、啊，这边有个洞。地下室是我的，好好好，我看你没有工作坊嘛，我就把你盖一个工坊在底下。啊、哦，但是我知道来不及啦 ，OK 的，对，还没盖完，哦、很 OK。哦，原来剥皮是这里在剥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哈。哦，我们来上去看看，还没盖完呢、啊，没有材料。可，半小时真的有点赶。哎、欸，其实老实说，我觉得半小时你干的这样也是蛮厉害的，说实在，真的，就是这还不错吧，很可以。然后后面还有储物空间，小时候你原本不是放东西的，对，可以。只是我觉得我下之后应该还是会再加多一点那个啦，加多一点箱子，然后这个应该
之后会改成头吧，就是你看就很像灵堂，有没有？灵堂，你不是说拉面店吗，大哥？不是拉面店吗？对，所以你要拉面店的人头啊？对啊，所以要变这样吗？啊，不要啦，不要灵堂啦，这样很棒啊！变灵堂是怎么回事？超恐怖的啦！虽然老实说，你们这样盖是蛮像的。然后就好了好了，你们是想这边变成火把教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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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还不错吧？还、嗯、可以可以可以，我觉得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啊，我还以为你们会有北来呢，还不错哎、欸。没有啦，没有北来，那个火把绝对不会是从你箱子里面的煤炭拿来的啦，不会。哦，没关系啊，我那箱子里面很多啦，可以啦。我觉得 OK 啦，好啦，来，那我们出来吧。好，一人一刀嘛，来，我出来。OK， 小雨血好少，帮你治疗一下好不好？可以，我开始。物理治疗，物理治疗，物理治疗，物理治疗。好啦，每个人都有福利啦。哎、欸，你血蛮少，我帮你治疗一下啦。哎呦，我要半血了。来啦，我帮你治疗一下。哎、欸，雨月，你好像也是嘛，幫你治疗一下，治疗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要感谢你呀、啊，对，你们帮帮我改造那么好的房子，我要感谢一下。我看一下好，哎呦，找一下找。我要先去看任务是不是有杀人？没有没有没有任务没有任务没有任务沒有，被同一个人杀几次这样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流水的，我看一下你是不是血，看一下你的血啊。我血流水的，我血是 OK 的，很够的，很够的啊。你血很够吗？有点多，不是。哎、欸、你干嘛杀雇主？我没什么雇主，我没有雇你啊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你，我觉得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啦，不用啦，不用啦，不用啦。我要报答，报答你们的恩情。不用，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你在熊猫包好恐怖哦！报答一下恩情嘛！你看鬼抓人开始了吗？满血了，你看你们满血了，熊猫了，鬼抓人开始了，哇，可以啦！杀人熊猫没有，我在帮你们治疗，对对对，微笑的杀人熊猫没有，我没有微笑，我很认真。你说低游戏吗？哎、欸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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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杀人熊猫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人很好，好不好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你长得像那个韩国那个大妈，不是、那个？你说我长得像韩国大妈？你说什么？你过来，你过来，你说什么？没有啦，你说我像大妈？你才大妈，你过来。没有啊。哎、欸，等等，这是干嘛的、啊？干嘛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看，继续看，继续看。什么、啊？为什么这里会有这个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啊，你在哪里啊？哎、欸，哦，你跑过去那里了耶！啊，没有啦，有啦，你怎么？哎、欸，你怎么？哦，你在那里耶？没有、哦。哎呦，你我知道你想上去哦，你上去了，我看到了。你是不是要我上去的时候你就下来？没有，然后来来回回是不是？有看？哎、欸，我就是趴进。就是那个团长上去的时候，欸、然后再他们在调情，他们在调情啦。忍术熊猫之术，熊猫之术，你把他传灌不更快吗？对啊，哦、好像是呢。哎呦，你要教坏人家。哎，好累啊、哦，好累啊、哦。好啦，我要吃东西，我要去找东西吃了。你家有没有东西啊？啊，是西瓜汁啊！我的小皮，干嘛？剥到皮了吧？我是拿铲子哦，我是拿铲子哦。超级留言，不是超级留言，我是拿铲子哦。谢谢你，吃竹子啦。我吃高马铃薯。我帮你烧啦，帮你烧来。我忘记小雨家在哪？小雨家你在哪？小雨家你不知道在哪？欸、为什么你都没有那个啊？那个哪边？为什么你没有煤炭啊？在诶，样样家旁边。用完了，跑去用你家的。在地底下。都用别人家的。那我帮你烧一下。啊、哦，好。结果我只是拿木头去烧。没有看到。看到，看到。嗯，看到。讲什么啊？什么？忘记了。你是不是有点呛？我忘记他叫什么了。煤炭，煤炭，煤炭，煤炭。
这是从我家拿的吧？它是一个生物吗？不是，它是一个方块。我拿走了。是方块，它是在主世界会看得到的吗？不是，它是在地狱的。它会用内衣杀人吗？他谁？谁？谁？他有用熊宝贝吗？他没有吧？你说龙岩死啊？你说灵魂杀对不对？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我正要问你，是不是在上面会减缓速度的？对对对对。直接猜了。啊，是什么生物站在灵魂杀上啊？什么？哎呀！没有，因为刚刚看到你盖了一条玻璃柱。对啊，我想要盖水电梯，要不然大家都一直说一直摔。对啊，一直摔。你可以放个栅栏呐。一直摔，一直摔。那小雨还要那个熔岩块、欸。有啊，我有看到熔岩块。啊，我一直迷路哎、欸，我还是不知道小雨家在哪里。你怎么会找不到我家？哦，我看到楼梯了。对啊，我家是有一个洞啊，要不然你就从医院那边可以去。西更西尼。哦。哦，有蘑菇哎、欸，我想回去种蘑菇。哎、欸，蘑菇我家有啊。没有，我想要种大朵的蘑菇吧。嗯，加大朵的蘑菇，加骨粉就有了。哇，绿颜。对啊。哎、欸，现在大蘑菇还可以种在地底下吗？可以。啊、可以啊，只要空间够就可以啦。哦，还是可以、啊，还是可以啊。啊。只要空间了。So ga 。为什么听到盖？哦，音乐还在楼下、啊。我还没盖完。好，我想盖完。我想你还在楼下。给他一点时间，他没有破坏。有。我在建造。有。我有感觉到你的建筑魂在燃烧。我还没盖完，我想把它盖完。它快烧掉了。原来是那个烧吗？等等。原来是那个烧啊。是61号。嗯，水蜜桃。61号。水蜜桃。水蜜桃。61号。好，好，好，蜜桃，小蜜桃，哦，我好想要小蜜桃哦，没有，你是说跑跑卡丁车还是包包王？没有啦，我说的是别的，你说的是阴阳师蜜桃，哎，对对对，你说那个开起来会有点破音的那个吗？对，加速然后加补血那个吗？哦，好想要哦，我也好想要。那个已经绝版了啦，你、欸、可以去求有没有碎啊？哦，難那個、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完全歪楼。天哪，谁撒碎给你还？哦，哎呀，嘿，啊，卡了。这种灰壤上方，还是楼下邻居比较好。你怎么了？你楼下邻居怎么了？应有尽有，哦，什么都有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，东西没了直接找楼下邻居啊。啊！灵魂杀，哦，看到灵魂杀，哦，我好期待新的那个更新。你说鬼王吗？地狱更新。哦，地狱更新，哎、哦欸，我也很想，我也很期待。我觉得我那个更新之后，可以早一点、啊、就都在地狱玩了。嗯，看人家跑新的那个限行版，感觉蛮有趣的，感觉很酷啊。但是我们有一阵子都整在地狱生活，欸、这样地狱就不会像以前一样很无聊了。说实在，不然对啊，现在真的可以在地狱活了。那以前觉得地狱就不知道在干嘛，地狱就是来挖经验，然后就可以对挖一挖就走了，就很无聊。哎、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原来是那个、嗯。我想说，为什么箱子？对，我想为什么箱子打不开？我吓到了。下对，卡了一下。卡了。团团啊，这个给你。你给我什么？全套铁装，耶！我解完了。啊？嗯。要给两个人全套铁装，一个任务。可是你给的是穿过的，而且。对啊，他们有时候不要全新的啊。我不要穿过的，我穿过的不错哦。好臭哦，好臭、哦！直接嫌弃，好坏哦。哇，是不是在发凉？没有，哎、欸，有了开创造了。没有，他拿钻石，他拿钻石，他在拿钻石，他在拿钻石。我还以为他想要。小雨，我可以在。哎、欸，你说谁错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没有，你没有学会这个忍术，你不行。我可以在你的那个骷髅圣怪钻这边鱼骨吗？
哎、欸，可以啊，哎哎哎，然后好无聊、啊，在等怪物。可以啊！哇，干嘛啦？怎么想解任务，他想解任务，拿金装被我杀死，然后被任务怪打死了。让我杀一下下啦，就擦一下嘛，擦不是擦你，我是说，还差很多，还差很多人啊！你在开车？杀回！哎，这个任务感觉就是，假如你死掉，你就要重来啊！对啊，没办法，他还是杀到我了，他还是杀到我了，来不及，靠你们阻挡了啊！他没有这样说，靠你们了，靠你们了，我撑不了了。你们是不是在开车？没有，刚什么车？刚刚没有车吧？有吗？刚刚什么车？有什么车？刚刚没车吧？有啊，刚没车啊。惊叹号？问号？嗯？你惊叹号？问号？不要自己念啊！奇怪不是很喜欢？他们不是很多人很喜欢这样吗？惊叹号？问号？啊，我觉得好好笑哦！擦滴滴滴滴，擦自己念。O U O O U O 等于空格等于哦， oh, 等一下啦，我到底要怎么归类箱子啊？我好头痛哦。看一下啊，石头在下面，然后这是一般的石头，那这里就放。你还是有蚊子？开蚊箱了吗？你不是开蚊箱了吗？我没有开蚊子。你还想来啊？不知道，你要去看一下哦。解下任务，解个任务就好，解个任务就好，一下下就好了，一下下就好，一下下就好。他今天钻石几个啊？我没注意看嘞，我只想解任务。我觉得杰克，你是不是又想要跟他分，然后让他让你杀？不是，我想要收买所有的。哦，没有。没有没有，我记得五个，我记得只有五个，我记得没有是杀五个人，然后拿三个吧。啊，那 CP 值好差，我记得 CP 值不高，CP 值低。就是你要暗杀啦，你要趁大家都血很少的时候。对，啊，对，有没有反杀想暗杀的人拿宝石啊？就发现大家全部都变金装，真的。大家都穿着金装到处跑。对呀。哎呦，不要来乱解任务！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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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那我可以去乱你吗？不行啊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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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。没有，我现在也没空。轻松啊，轻松啊！我现在也没有空，我在整理箱子，一点都不轻松啊！我有这个，为什么不用这个？组队进行，可是你这样等于你很累啊。嗯，对啊。你要杀多少人啊？这里放木头，这里放这个，那这里放地狱的。哦，不要抱抱抱抱，不要抱抱！你在跟谁抱抱啊？迪西吧。迪西啊，迪西，那也怕没戏啦！哎、嗯欸，你怎么转头？哎呦！你想，哎呀，你想，等一下，啊，你在开跑车吗？有了有了，打掉打掉了，车坏了，这台车是怎么了？这个车要去检查一下，要被隔离了，要被隔离，什么都要被隔离掉，什么都要被隔离，经常维修。
我的橘子要放哪呢？可是我们没有海带、啊。对啊，海带啊，海带。没有，因为我要做那个水的那个电梯，可是它要全部都是实心的水。你就慢慢弄啊，可以用海带的 bug 把它弄上。或冰块啊。好、哦，要 bug 啊！那个是，那大家都这样做啊，奇怪了，生气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大家都这样啊，大家都这样做的啊，我也是看到教学才知道的啊，也是啦，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？对啊，为什么他都可以我就不行？你们奇怪，这对我是对我什么意见之一说啊？变超凶啊！天哪、啊！啊，对，我要把这个观景台拆掉。我就知道苦力怕你想过来，走开！哎呦，要死我！哎呦，楼上爆炸了！哎、欸，哎呦！小雨，你怎么突然间要挟我？哇塞！我就跟你说，小雨很凶啊，小雨超凶的、欸。真是难打了。你的钻戒，哇塞！你不要小心。那你以为刚才怎么团团会叫那么大声、啊？哇塞！小雨是最凶的，你要小心哦。是啊，因为我很常在外面打怪啊。太凶了。凶巴巴、啊，真的。他说他记你当怪，嗯、对啊，他记你是怪，你是怪物哦。没有，小雨，耶耶耶，哦。等下，小雨是在哭还是在笑？我怕了，我怕了，我怕了。哎、欸，问你们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你说，你们喝奶茶之类的，有就是以往啊，会不会就是就会突然发现喉咙感觉会有点干干的，还是怎樣？卡卡的，你是对会吗？奶茶怪怪的吧？甜的都会，對啊、没有可是是无糖的了耶。就我有时候喝奶类的，然后无糖，有时候会这样，有时候啦。你还想来啊？你后面长眼睛哦，我就听到楼梯声了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不是对奶茶过敏吧？等等，太奇怪了吧？不是吧？没有没有，应该说太甜可是无糖哎、欸，无糖、啊、可是奶茶的关系吧？应该说鲜奶茶啦，鲜奶茶哦，因为鲜奶里面也会加糖啊。只要不是纯鲜奶，里面都会加糖。还是我喝无糖太久了，所以才会这样。嗯，也有可能。还是你喉咙坏掉？我操！哈？什么？哎呦！虾米？没有没有。你让我知道了震惊的事实。你喉咙坏掉？原来我喉咙是坏的。我太惊讶了！你说什么？啊、我喉咙竟然坏掉了？什么？这么久了，我第一次住到我爸都不知道的事情，你居然知道？你是谁？看啊！哎、我不是找你，没有，没有，哎呦，怎么了？那就派了，要娶我？先发制人啊！先发制人啊！先来，先没有。